除了我们要祈祷我们的疫情更加早日退散，让市民能够恢复正常生活，市政能够顺利的运转以外呢，我们也要祝福在今天的这个新春团拜里面，我们要祝福第一个国泰民安国泰民就安，所以呢我们一定希望台湾更好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希望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，新的一年市政建设更进步，让市民享受到更幸福宜居的生活。第三个希望呢，就是希望我们各个局处机关的局处会业务都能够顺利成功，所有的市府同仁顺心如意和福安康，心想事成。那当然我要特别谢谢代表台中市政府，谢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府会记者今天在场很多的媒体，那因为他们为了让我们市政工作能够让市民朋友更加的了解，同时呢也对我们有些鞭策，所以我要特别谢谢这些府会的记者，那代表台中市政府特别谢谢，来年也要继续拜托。最后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宏图大宅，谢谢，谢谢。